亮亮，我们准备睡觉喽。啊，我们先等太婆换睡衣，刷牙洗脸，我们就换睡衣睡觉了。每天早上叫你就要起床哦，动作要快一点，讲话的时候要跟老师讲大声一点，要有礼貌，要不认识的人去接你，你不要跟他们走，听到没？不要受骗在外面啊！如果太婆知道了，太婆也会来。家里有好的工作，也有好的归宿，要记得太婆。